老少，还是你厉害。没想到少爷梁帮了这么大忙。这小子，确实也让我感到意外。不过，你这办法也不是个长久之计。没事，时间还早。这事儿就不怕少爷又知道吗？什么事儿？还装，少爷梁不是你儿子吧？你放心，我的事儿。 不会让他知道，真是搞不懂你们两父子。你这么用心良苦，干嘛总对他摆一副臭脸？小优这孩子，以前被我保护的太好了，以后得改改。你说过的，比赛的时候就当我在你身边。 放假还这么用功啊？那去哪儿？小月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，别一天到晚这么正经。走了，走吧。说吧，你想先玩哪一个？我请客。这也太幼稚了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生活乐趣都没有？走。 队长，你们也在这儿，太巧了。徐远，哎，我们一起来拍个照吧。来，徐远，等会儿啊，你可以帮我们先拍一张吗？哦，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也要和队长拍，来，你帮我跟队长拍一个吧。看一下。嗯，好。 雪啊，你的那个手里东西往前拿一点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你的人呢，你可能要往这边来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构图好看。好，3、2、1。哎，你刚刚跑什么呀？没事。 我就是照片拍的有点丑，担心许愿打我。两位帅哥，我们的产品搞活动，可以免费送你们两个试用装，能帮我登记一下信息吗？这不是你用的那个牌子吗？走，你登记去。少优、少雨良，原来你们两个是兄弟啊？对啊，这是我哥。这个是给你们的试用装，你们之前有用过我们家产品吗？用过啊，挺好用的，对吧？啊，对。 尝尝，这家店奶茶味道特别好。我叫了车，回去吧。这才几点啊？咱们兄弟俩一生活还没开始呢。我累了。哥，你这体能白练了吗？说的我累了。哥，要不今晚咱们坐回公交车回去，带你感受一下夜班公交的魅力。我跟你说，那五光十色，保证你看见回去爱上了。 你别总摆出一副臭脸行不行？为什么少爷？你说什么？
需要的。这东西确实挺好用的啊。哎，你干嘛呀？睁开眼，这瞬间，瞄准几寸焦点，信念可以改变世界。不害怕未知的旅程，多遥远要和你并肩。就请无